报道。南加州一家美容连锁集团特别选在俊男美女云集的好莱坞举办尼尚美丽女人2015国际华裔选美大赛，23位参赛的佳丽使出浑身解数，在舞台上争奇斗艳，各展风采，来赢得这评审团的青睐，当然观众大饱眼福。看着几位首先出场的活力组，个个身穿花朵亮片点缀的短裙，活泼俏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紧接着主打成熟风韵的华丽组也毫不逊色，一身身极地晚礼服长裙尽显典雅高贵。不过更让全场轰动的就是清凉的比基尼走秀竞赛，尽显美丽好身材。性感泳装秀之外，还有多种才艺竞赛来比内在美。从短衣短裙的年轻佳丽激情热舞大展青春风采，到端庄典雅的旗袍秀，打造古典气质的同时也秀出若隐若现的长腿，性感加倍。甚至还有这组身穿背心短裤所组成的动感韵律操，大秀今年最流行的马甲线好身材。一连串丰富的表演让台下的观众都火热起来。尽管台上百花争艳，让台下的专业评审团是一阵左右为难，不过最终还是要选出两组的冠亚季军，分别是华丽组冠军 Jennifer Wang 与活力组冠军 Michelle Liu， 分别抱走$10,000奖金，未来还要担任尼尚美颜前体会所的代言人，鼓励更多女性追求美丽自我。董森新闻魏宽、唐孟维在洛杉矶的采访。